对不起，如果小谭不喜欢那样，创可贴你以前也给我贴过创可贴，在我贴的很久以前了，到处都是气球和玩偶，还有大大的棋子。我不知道你能和你去游乐园吗？哼，我想去。等等，故事，一座高塔通往天上。嗯，明白。要去游乐园，你们不会串通好了用恢复记忆的说辞？塔列朗乐园记忆偏差，那真的失忆。我和托尔今天又是无功而返，只能靠你这边了。先会安排威尔和奥西里斯保护你们的。对不起，我们可以玩其他的。我想折出小谭说的，我想学，之前折了好久，纸都皱巴巴了，还是没成功。没法折得和小谭一样。快点结束吧，研究才进行到一半。行李之环，接住战斗数值上升。塔罗牌会揭示胜利的结局。计算机内的挺可惜，你没什么游戏价值。接住哎呀呀哎，前方确认到了寒冰点。尽快把杂物收拾掉吧。塔罗牌，计算有点偏差了。战斗数值上升。麻烦。哼，不用你来夸我。虽然有点紧张，但是我会加油的。没问题。
问题，能看清动作。还剩你了，不要上了，我会打败你。不然，我去吸引他的注意力。万里云之，叛徒！事到如今，知道胆怯了吗？深空之眼到底被腐化，你们逃不掉的。万里云，院长，这边，管理员。旁边好像有阿波罗，阿波罗，你难道说前方就交给我吧，我会守护好大家的。无论什么样的攻击，我都会接给你看。要上了，我会用这份力量守护大家。在这里，前要超能雷电。回应我的意志吧，无论什么样的攻击我都会接。霍家家的游戏结束了，只能撑到这儿。管理员，你一定要平安呢。怎么样，四方院那帮人托我办事，有点棘手。除了四方院托，没有没有。那你还我在各个原之局。
剑齿。快点结束吧，研究才进行到一半。塔罗牌会揭示胜利的结局。计算有点偏差了。生命体征恢复，没有异常。塔罗牌会揭示胜利的结局。生命体征恢复，没有异常。准确无误。塔罗牌会揭示胜利的结局。小谭，够了。赢你，我会保护好小谭的。哎，小钱鬼，你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呢？要是我在你身边，我的朋友，如果太阳照耀啊，嗯，没什么。前提是，原来队长还记得？是啊，对了，队长。为这片战场洒下阳光吧。
解封。焦速的辉光，奏血月章吧。准备好欣赏演出了吗？要上喽。真是闪耀的一击，多么耀眼的胜利，今天的我也依旧光彩夺目呀。那么接下来，臭凤梨，小钱鬼，你醒了？小钱鬼，开玩笑也看看气氛，伤刚好，状态不佳。这个我不管了，早就看出。情况比我想的还要糟糕啊。第六轮啊，居然跟还姑且现在在一起工作。没有，今天抽到是吗？冲，我可没想，我也没这样说。又来到兔兔林，为什么不、第八轮也就快点结束吧，研究才进行到一半。行礼之环，阅兵战斗数值。哎，阅兵，计算了，准确无误，生命体征恢复，没有异常。阅兵。塔罗牌会揭示胜利的结局。阅兵，推动，开始。阅兵，阅兵，计算有点偏差，准确无误。生命体征恢复。行礼之环发射，出来吧，兔兔三号。不用你来夸我。任务完成。和事还到。